Thank you.
众心之力。请合掌。南无梵王教主卢舍那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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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三句境界难得闻。三句境界难得闻。具之节，今以无量具之节。读诵受持亦如是。读诵受持亦如是。如说修行者更难。如说修行者更难。请教师父，路边的野菜可以拔来吃吗？路边的野菜像我们这个地方哈，整个来到我们的园区里面，路上哦，这个路上旁边这个山属于国家的吗？国家的哈。原则上呢哈，就是无主物才可以。无主物了哈，那路边的野菜
它系属于谁呀？很难判定哦，是谁的？国家的哦，国家的。国家的话，我们就是尽量就是动它的，不要动它的。家人吃荤食，我们可以买及煮给家人吃吗？现阶段呢、啊？现阶段你是家庭主妇，你要尽你的本分，你要尽本分哦。我该做的事情，你还要把它做好。你要照顾你的先生、你的孩子，你还是要去买。然而在律上里面，你犯了不杀戒，你要如何忏悔？知道吗？你要如何？半夜呢，至少找师父呢，忏悔清净。那你两方面都照顾到了。家庭、先生、孩子，你都照顾好了。那戒法呢？我们忏悔则清净，忏悔则安乐，这方面也照顾到了。两方面都要注意了，兼顾了，兼顾。等待呢，你的因缘成熟了，可以不用买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不用做了。那现阶段你需要做还是要做？你不能说啊，你都不照顾他们了哦，这样不行哦。每月六斋日持八关斋戒没问题，但三个月要持八关斋戒会很困难，请问如何处理？就是。过午不食的问题吗？还是犯恨的问题？如果是犯恨的问题，会比较严重一点。清净犯恨我们要守持。那你斋吃的不好，那如果忏悔就清净了。斋是属于遮戒嘛，它不是性戒，是遮戒。忏悔则清净。如法忏悔就可以了。你持不来的时候，我们用惭愧心来受用，用惭愧心来受用，还能够如法发怒，对师父呢如法忏悔。我们心啊，心很坦荡啊，那我实在是生死凡夫。受不了的，我需要吃饭的。那舍斋，有的人是用这个方法的。然而呢，我们看菩萨戒里面哦，就是说，菩萨他能够如法作意嘛，他要修习一切善法功德，他会努力去准备。努力去适应，跟出家法差不多。出家之后，你要进行受持斋戒嘛，所以他没有选择。今天呢，我中午的时候不是吃得很饱，今天会比较挨饿了，会比较苦一点。那隔天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哦。我要吃饱哦，第二天我就知道我要吃饱。那第二天吃饱之后，有时候比较晃一点哦，第三天、第四天、第五天，有时候还不太适应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关照要怎么来处理。午斋的时候，你吃一点那个坚果类，花生啊也可以，坚果类、花生那一类的可以。比较如果止饥的，加上你吃的是正食，
那我们下午的时候怎么处理？你有渴病的时候，就是红糖，红糖有热量嘛，泡红糖水、黑糖水喝，就会是凉喝，很容易能够撑过去啊，不困难。它很容易处理啊，一包红糖、一包黑糖那个很便宜啊，那一杯500cc 的，喝下去就饱了、啊，睡觉，很快就过去了，没问题。你试试看哈、哦，有效哦，有效哦。在戒本随行说明236页、238页有说，可选不尽好时戒，可以请和尚示意吗？我们下午讲那一段经文了哈。菩萨戒有说法而无舍法，就是根据经文说的啦，啊，不是我的意思啦。那希望大家持戒呢，就是呢没有过失啦，我们不做非法的事情，你好好的做嘛，依教奉行嘛。那谁对谁错啊？有圣教可以做我们的依据啊，依据圣教是对的，没有错。佛陀没有说的，我们也不要讲。哎，回谤正法，根据圣教来讲。哎，你有找到根据？哦，哪里可以啊？哦，你就找出来嘛，可以找。不净好持戒，它只是一条轻过戒而已啊。不净好持的轻过戒而已啊，不是说啊，你使这条戒的，你就可以不持八关斋戒，这样解释太勉强了，太牵强了。他只是不净好持轻过戒而已嘛。你犯的非食食是非食中品罪哦，也不是犯轻过罪啊，不是啊。你犯杀生偷盗，就是依照杀生的戒法、偷盗的戒法去结罪啊，也不是轻过罪啊，只是加犯一条轻过罪，不净好食这样子而已。随所犯结罪哦。关于持八关斋戒过午不食，众说纷纭，有方便法。六斋日不骗食，可补回此戒。可以补回此戒哈、哦？可以补吗？哎，佛说《世界王经》哦，六斋日是四大天王派遣使者、太子以及天王本身下来人间检教善恶哦，它是固定的哦。你怎么补啊？你要怎么补这条戒啊？众说纷纭，对呀、啊，没有错啦。你一直圣教嘛，有圣教可以一直啊，你可以擦，可以去擦灭关机，你擦擦看有没有，都是一样的啦。六斋日就是那六天，哪里可以补啊？在饮食时，只要不起身，完毕后结斋即可成立。不起身是出家众的戒法了。出家众他一坐食的，日中一坐食的，他坐下来吃，或者呢不受愚食法的，他坐下来吃就不起来哦。起来要吃就要做愚食法了哦，不然就犯戒了哦。所以呢，行堂是根据这里来的，出家众的戒法。一坐而死，他起来他就犯威仪了哦。你要再吃做愚食法，对比就做愚食法。那你说在饮食时，只要不起身，完毕后结斋即可成立。那你超过日中还是犯啊？
超过我日数还是犯非时时啊。二，或择他日，过午不食即可，也成立过午不食。选择他日，那是人言，人言，不是佛语，不是佛说的，知道吗？戒本第四十五页第三十三，邪业绝观戒中提到，乐器所作出的音乐不得听，那么演奏会或从事音乐工作者可以吗？钢琴、小提琴可以学习吗？亦不得听吹背鼓角鼓角琴瑟筝皮箜篌歌叫激烈之声。除了供养佛陀了哈，供养佛陀的时候开许可以听，为了自己娱乐，为了娱乐就不行。若为自己娱乐，道属相同，不得坐，不得听。若供养三宝，道属同开。你是要供养三宝，道众、俗众、俗众同样开许，可以听。就是呢，不是开许僧众自己做了，乃使俗人来做。大波涅盘经卷十一，菩萨不应不听吹背鼓角琴瑟筝笛箜篌歌叫激烈之声，除了供养佛陀。演奏会呢，佛弟子你持包观斋戒的日子，你受持包观斋戒，就应当是不要去了啊，不要去。从事音乐工作者，音乐工作者，你有的人是他的职业哈，就是教小孩子弹钢琴，弹钢琴的老师，这是他的职业啊。那弹的时候呢，当然我们会录那个音乐嘛，我们的心愿录这个音乐里面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的心呢，意念戒法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良心不安，你觉得不安，就如法花露忏悔。啊，你觉得是这是我的工作嘛？我在教小孩子，教小孩子的时候呢，我是以世间的理法来引导他们。你来学习音乐的时候，你要恭敬师长。那你耶也请他的父母亲一起来听，一起来学习，引导他们怎么孝敬父母亲。有的人是这样子做的。如果你觉得你做这个事情心安理得，你在诵戒的时候，诵到这一条戒的时候，你的心不会觉得惶恐不安，那就可以了。
因为是你的工作嘛。那我们觉得念心不安，就如法的花入忏悔，这样就可以忏悔则清净，忏悔则安乐。钢琴、小提琴可以学习吗？既然学佛人哈受戒了，那斋戒的日子呢，我们就不要去学。六斋日、年三长斋月，我们就避开。讲义的38页，38页，丙一，八戒斋者，诸佛如来为在家人自出家，佛说受持善戒经，佛以慈心出梵音身，告舍利弗：若受身口意十善戒，不持八戒斋法，终不成就出离世间贤圣道法。因为十善戒呢，顶多了升天之因呢。那持八戒的时候就出离世间哦，他能够出离世间哦，因为有斋嘛，有这个清净欢恨不已，不持八戒斋法，终不成就出世道法。若毁八戒，若毁犯八戒斋法其中的四根本重罪，就是行淫律法呢，受报关斋戒，应当修行清净犯恨，夫妻之间的正淫都要断除。若是持八戒的时候行淫律法，犯上品不可悔罪。